老铁们，我现在在我们家凤鸣湖呢，在这种风景好的地方，必须说点国际大事，有关于国家发展的啊。说什么话题呢？就是现在美国正在黄海军演呢，要我说就揍他，你来了就揍他，非得让他离那么近干啥呀？咋还不敢打呀？他们就可以一万多公里来上中国海边挑衅来，咱们就不能揍他吗？咱就不知道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怎么想的都亲脖梗拉屎了还不揍他。如果是我是这个什么咱们舰艇的舰长，我肯定一顿导弹给他砸沉了，我还让你过来，你过来我就揍你，没有那些说的。美国最怕打，只要你揍他一顿啊，他就没有强大军事支撑了，什么经济霸权，什么美元呢，什么科技啊，包括他输出那些价值观都是个屁，知道不？你就是揍他，哎，不敢揍还咋的？凭啥你一万多公里来我就不敢揍你，来了我就削你，听懂没？要不这么的，咱们中国海军一万多公里上美国那个西海岸东海岸也溜达一圈了，是不是啊？最近咱们海军挺给力啊，把他那个关岛给围上了，以后呢可以把他夏威夷也围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可以到我们内海来，那来而不往非礼也嘛，我也上你家那边晃一晃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就是必须得揍他，对于帝国主义就是打他，听明白？咱们的大好河山一定要守护好啊。镜头转过来让你们看看，是谁燃烛照亮时间设下的迷藏光，只换命案立场，肆意流淌，看谁站过的地方，请举一百空千疮，看眼前。哎，在这照水面是蓝色的，发现没？特别好看。哎，就是是蓝色的，特别好。你看周围这个天上啥都没有障碍物，直接映的这个天空是蓝色，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风景。